六金叹号，赚钱玩了一把照，哎，新年快乐，兔年行大运，哎，长达十天的春节假期正式展开了，在长长年假当中呢，当然要找地方呢出去呢走春一下，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特地为各位安排了一趟呢春游北海岸的走春行程，哎，北海岸很适合哎，因为有山有海啊，然后有度假饭店啊，还有天然奇景，对，其实你认真要玩，玩一个礼拜都玩不完哦，哎呦，刚好呢在春节假期当中呢，可以好好把北海岸玩一玩，只是到底呢行程攻略怎么安排？今天邀请到了专家来宾，首先呢第一位就是我们的世界遗产领队马继康马老师，各位大家新年好，再来是我们的旅游达人巴洛，大家好，还有我们的旅游达人威华轩小侯，恭喜发财，以及我们的旅游达人杰菲亚娃小芳姐，兔年平安。好，兔年的一开始呢，就带各位来春游北海岸喽。在北海岸呢，哎，我们透过地图来看到，其实呢，它一路呢可以从巴黎玩到了基隆，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呐、啊。但是呢，其实它玩法很多元，很精彩。达人今天呢，就针对不同主题提出了三种的旅游路线。那我们就先从这最好动的小猴看起啦，带我们北海岸放松玩，到底怎么玩呢？小猴带我们去的，哦，果然又跟铁马有关呐、啊。这兔年一开始就用骑铁马骑到铁腿吗？没有，大家想说骑脚踏车很累，对不对？对。可是北海岸非常适合骑脚踏车、哦，它总共有五大自行车路线，五条啊。因为我自己住在淡水红树林嘛，对对对。你们知道这个路线啊，你可以从巴黎左岸啊一路骑到淡水，然后淡水呢骑到三支、石门、金山、万里，然后最远可以延伸到基隆的外木山。你等于把它串联起来了嘛？对，这样如果我们过年出国去一趟巴黎的塞纳河，要骑车喝咖啡，那代价可不少，很贵。可是呢，你可以直接搭捷运到淡水，然后坐到那个渡船头巴黎对面，对，开始租 U bike。U bike， 然后巴黎渡船头呢，就可以一路骑到十三行博物馆。是，那这样子只有4公里哦。4公里用骑脚踏车其实是很轻松的，对不对？那我们沿途可以看到什么呢？可以看到人文、自然、生态、景观，全部都有，短的很精彩呢。对啊，然后再来就是我住的这一边了，我住的就是淡水红树林嘛。可是如果你要从红树林开始骑到这个双湾自行车道，那可累了，因为怎么办？北海岸的地形就是上上下下，所以我建议你可以开车或者是搭就是北海岸的公车，一路到浅水湾。那浅水湾它也是很知名的咖啡店，是一整排的海景咖啡。对，那开始骑到白沙湾哦，双湾两个湾连在一起，这样8公里啊，全部都是平路。是，你这样子骑的话，你会经过木栈道，然后还有完善的自行车道，沿途呢就是无敌海景，不同的景观呢，一路看海，然后你就会骑到那个电影《不能说秘密》的灵山鼻步道附近，然后就会看到漂流木跟海景，海天一色的感觉，然后在白沙湾也有咖啡店，让你可以悠闲的去。就是骑脚踏车一点都不累哦。巴黎跟双湾这两条都感觉很轻松、那我们就花了2天的时间，然后慢慢玩、慢慢骑。不过第一天呢，我们从巴黎出发嘛，要问一下马老师，这路上沿路有什么景观不能错过呢？来到巴黎啊、各位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博物馆，叫做十三行博物馆。对，不是十四行哦，十三行博物馆旁边你可以看有一个啊，一样过年期间要看花，是看什么花？什么花？爆米花，爆米花，爆米花，一颗玉米一朵。花可以发现这是过年期间、这是我们那个年代的这个过年期间大小朋友最喜欢来的地方，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过年要看花嘛，除了有钱花随便花，当然来看爆米花，爆米花除了可以看还可以吃哦。一般我们都觉得啊自己买回来爆一爆就好了，可是各位知道玉米其实也是有学问的，一般台湾人喜欢吃炭烤玉米、沙茶玉米，所以那个玉米是一般台湾的白玉米或是那种糯玉米，可是真正在做爆米花的这个玉米，你来到这个爆米花观光工厂才知道、原来品种是不一样、而且你还可以选择不同的品种爆出来的爆米花是不一样哦、有蝴蝶型的、有蘑菇型的、一般各位在吃你就觉得就是爆米花，哪有这么多的规矩、哪有这么多的学问、所以不出来不长知识，来到这个地方真的哇，打开你的三观，这边除了好吃好看增长知识、其实更重要，非常好拍，因为它设计了很多不同的场景、台湾人到什么地方第一个要拍网美照嘛，所以来到这个地方以爆米花为主题，他就把爆米花可能会出现的场景，包括在电影院吃那个爆米花，你就可以坐在那个地方，甚至呢它其实是需要门票的，那这个门票呢250元其实也很划算，为什么？包含导览
还有包括呢你的 DIY， 另外还有50元的一个折价券、哦、尤其呢你跟他在结束之后你可以买那个爆米花、欸、直接来到这个地方，它是在你面前这样直接爆开、欸、那真的叫心花怒放、欸、尤其过年期间你看那个黄色的、啊、好像一颗一颗的黄金从天而降，非常讨喜气。对，当然我们刚刚提到、啊、巴黎玩玩在左岸、嗯、接下来来到这个淡水的右岸，除了沿着老街可以吃很多的美食小吃之外、嗯、各位别忘了淡水其实也是台湾最具异国风情的地方、欸、不管呢这种所谓的大教堂尖塔式的一个教堂，像哥德式建筑、嗯、然后呢沿着你看包括像小白宫啊红毛城，其实也可以来一趟所谓的历史之旅、嗯、所以呢不用左右为难，这边叫左拥右抱、哎、左右逢源。哎呦哎、欸，直接呢来一个在淡水河畔的左右开工啊、嗯、而且呢你看过年期间呢、啊、走在这淡水老街上面或者河畔呢、啊、沿路的摊贩小吃，哇那超热闹的，全家大小整个都凝聚在一起的感觉。而且到了夕阳，这里最有名的就是呢那个落日，看完之后既然假期那么长，不要常急着回家，你刚说2天1夜对不对、欸、对，过夜来霸肉，晚上推荐住哪里啊？好，如果你是像小侯刚刚的很喜欢骑单车啊，那我就第一个 就推荐淡水老街的一间背包客栈、哦、那这间背包客栈最近很红，它是工业风的、哦、然后里面有那个设备很齐全，有咖啡机啊、微波炉啊、洗衣机啊、嗯、然后像那个平日一个人才599，然后假日才699、哦、一个床位就对了、哎、然后它就在淡水老街里面、嗯、那我最要推荐的是啊，刚刚君凯有说可以看日落嘛，那这一间饭店啊、嗯、2021年才刚开幕、啊、然后呢、嗯、它是绿建筑的，然后很多人说、嗯欸、淡水有一个小白宫，小白宫指的就是这边，你可以看到它的建筑啊全部都是纯白色系的，然后呢、嗯、屋顶还有那个户外园区啊全部都是绿色的草坪，那最特别的是它对面就是面对着观音山，就是巴黎观音山、哎嗯、然后淡水河的出海口、嗯、所以你可以看什么呢，左边看淡水河的河景，右边看什么呢、嗯、那个大海，然后对面看山景、哦、所以如果你选择的是河景房，对，然后呢你躺在床上就可以看着日落，这 view 太棒了，对， view 超棒、嗯、那如果你是选山景房，山景就是面对着那个另外一边的山啊，对对对，你可能就可以看到日出、嗯、因为太阳会从另外一边出来、嗯、然后呢它的房间啊都留，像这是河景房，是留了一个什么呢，很大的一个阳台，露台，让你可以在阳台那边啊、嗯、坐在椅子上面，然后看着外面的景色，然后呢它的那个房间里面啊还有蛋形的浴缸、哦、对、嗯、那其实蛋形浴缸旁边还有开了 一面那个落地窗，所以你在泡澡的时候还可以顺便看着外面的景色、哎、非常的棒、嗯、然后晚上的夜景又非常非常的棒、嗯、所以这间饭店啊就很推荐说大家如果来淡水啊，对，而且他走到淡水老街大概只要10分钟左右，还蛮近的、哦、步行就可以到，不用担心停车的问题，对，没错，步行就可以到、嗯、那房价是多少呢？一个晚上如果你是含早餐一个晚上是5500多块，对，哦，5000多到7000多的价格，而且呢这个价格其实如果在春节假期来看的话相对是划算的、哦、对、嗯、那刚忘了讲了一点，他的早餐啊你还可以吃到缩小版的阿给。那问一下小芳姐啦，第二天也可以这么美的行程吗？浪漫一点，隔天我们要直接去北海岸的双湾自行车道、嗯、这边有台版韩剧海岸村的美景、哦、还有、哦、我们要去现采蜂蜜哦、嗯、来看到精彩的 VCR。哎、欸，这里啊吹着风，看着浪，一望无际的海景，真的有韩剧这海岸村恰恰的感觉。是啊、嗯，你看这个山之的观景平台。对。那你看这个延伸57公尺到海面，你有看到接到这个双环界吗、哦？有。所以是很多婚纱来拍摄的景点哦。哎、欸，这双环界啊，然后又深入海中，嗯、很浪漫，好适合情人呢。是啊。只不过除了自行车以外啊，那这里如果我想找个地方坐一下喝饮料，有办法吗？哎呦，当然可以啦，嗯、看是你要提。Coffee or me？ 你当真？哎呦，啊，当真呢、啊？这个蜜不是我啦，不然呢是什么？蜂蜜啦，哦、蜂蜜啊！来这边啊、嗯，不只可以在海边，是还带你上山去喝现采的蜂蜜哦。等什么？走走，嗡嗡嗡嗡，车程只要10分钟，就来到仿佛世外桃源的蜜蜂农场。想要找甜蜜蜜的 Honey， 丢在家了。哎、欸，啊、小芳，说好的蜂蜜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要穿成这样？我刚刚不是说要现采吗？啊，所以要自己来啊，真的要自己来啊？是啊。哎、欸，采花的经验我倒是很多啊，采蜜倒是第一次。
怎么采？我怎么知道呢？哎呦，我们有请到专家达人来教我们怎么采蜜哦。哪边采蜜哦？爱准备这阿拉丁的神灯啊！简大哥啊，为什么采蜂蜜要这个阿拉丁神灯？因为 N 一旦我胖，较安定较乖。哦，这是这样呢。N 的作用就是安尼，来你看吼，伊即马底下尿几叉？对哦。啊，咱 N 来，呼呼呼呼，蜜在倒位。来，我甲你讲吼，这。金，这就是蜜啦、哦，这是水的，但是这阿无风挂，阿无风挂，这个还没有成熟，来，还没有风，哎，成，那个成熟了，成熟了，蜂蜜是倒位啊念，来，这有用拉风就这无，对哦，这个是野仓库，来，我来拉下去，有没有看到？有，这个就是蜜了，手粘起来，粘起来，对，你试看看，有没有幸福的感觉？人讲甜的物件会当让人快乐，甜，而且有一点花香诶，丢，哇哦！第一次吃到现采蜂蜜真的很新奇，但简大哥说这蜂蜜其实得来不易啊，因为台湾大多是龙眼蜜跟荔枝蜜，花期只有在春分和夏至，所以没花蜜的季节，小蜜蜂就必须吃这个用花粉、豆粉跟砂糖做成的食物补充营养，等到花开的时候，蜜蜂才有体力飞去采蜜回来。所以这蜂蜜滴滴皆珍贵，买的时候当然要注意看真假。要知道真假就是这样子，把蜂蜜跟水放在透明的玻璃杯或保特瓶。OK， 这一罐里面有一罐是真的，有一罐是假的就对了。再来用筷子或汤匙把它搅拌，搅拌均匀。哦，哎，两个搅拌完之后看起来不太一样了哈。对啊，那到底哪个真哪个假？我告诉你，只要是蜜蜂采挖的，一定会有蜜蜂口水这种酵素，才是蜜蜂采挖的。是，所以它加水搅拌之后，一定会混浊。我不是闻有没有口水味啊？合成蜜，它色香味都可以调，就是做不出蜜蜂口水这种酵素。哦，它没有办法做出蜜蜂口水这种酵素，所以它就比较清澈。所以它加水搅拌是透明的。在这里还可以学到很多学校没教的事，像采蜜刮下来的天然蜂蜡，除了可以做化妆品原料，也可以 DIY 做蜡烛，好玩的生态体验，下次你也可以来试试。哇，欸，有没有这个蜜蜂超可爱的？对啊，可以，那个蜂蜜感觉好好吃哦。好吃。那我们第二天呢，这个双弯骑完自行车之后啊，然后再去采这个蜂蜜嘛。对。那要问一下马老师，第二天行程感觉下午还有时间呢，可以怎么安排嘞？当然，我们带各位去北海岸最新的地点，哇，吃螃蟹、看海景，然后还要带各位去 CNN 票选台湾八大秘境的抹茶海岸。哎呦 ，CNN 票选八大秘境抹茶海岸，还有吃海鲜去哪吃？休息一下。春游北海岸玩乐主题提案，刚刚马老师说要带我们去这个北海岸最新景点吃海鲜，然后看抹茶海岸在哪边？当然，我们来到北海岸一定要靠北走，越往北风景越好。哦，所以呢，各位知道台湾的极北点在哪里？其实就在北海岸的富贵角。那富贵角这个地方哈，两边其实你看到不同的景色。好，如果是面对海洋，看到右手边其实就是非常著名的抹茶海岸老梅石潮，它其实就是海浪不断的拍打那个火山岩而形成，哇，一沟一沟的这样的一个痕迹，对对对，好，远远的看很像什么？哇，人家练八块肌那种纹理纹路有没有？好，也是非常多网红网美喜欢拍照的地方，搭配夕阳超美。对，当然富贵角灯塔你是不能错过的。我刚刚提到它是台湾极北端，好，那边还有这个字，你可以在那边合照，好，来表示来到台湾本岛最北点。你新的一年去富贵角，大富大贵，大富大贵啊！所以呢，看完了这个胸肌，接下来就是要看腹肌嘛。哎，旁边其实有大啖海鲜。好地方，好，北海岸最著名的富基渔港，当然大部分都是富基渔港。来到这个地方，其实都旧景点。我们刚刚跟各位谈到，我们要跟各位介绍一个新的，它其实也是北海岸。我们讲说最近这几年，你看，哎，打从原本废弃的一个军营，打造成我们讲说网红的一个咖啡馆。这咖啡馆不单单卖咖啡哈，其实你看，像北海岸地区，虽然它是在石门区，可是邻近的金山呐，其实最主要产什么？产地瓜。好，这个。
过年的期间吃这个黄金地瓜也是一个吉祥的好兆、好兆头。对啊，所以这边其实有地瓜做成的甜点，还有冰淇淋可以享受。当然咖啡是基本款。是，另外呢，这边还可以吃海鲜哦。你看啊，整只三点蟹哦，一整只毫不手软的放在这个海鲜。谢谢你大餐呐、啊。对，然后其实也不贵。一份是380元的这样的费用、嗯。如果你不吃螃蟹，欸、一样虾兵蟹将都要尝尝看、嗯，也有所谓的鲜虾堡。好，所以来这边其实包括吃啊、甜点啊、咖啡啊，其实都是它当地的一个特色。嗯、所以来到台湾的极北端，你可以看到哈，在这个地方有新的咖啡馆、嗯，是富贵角灯塔，另外还有包括老梅绿石槽，都可以在这个景点当中一次走完。嗯、而且你刚看那咖啡厅啊，它有一面窗户啊，直接看着出海口。如果刚好遇到夕阳的时候啊，哇，你跟家人或者情侣另外一半坐在那里，那个时间仿佛冻结啊，把这浪漫呢就留在这兔年的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呢，第一个就是小侯所推荐的，我们从巴黎呢玩到双湾，两天一夜的行程呢安排给大家。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巴黎双湾单车两日游。第一天呢，我们先去美式爆米花工厂，然后再去这个欧风自行车道、巴黎渡船头，下午去淡水老街走走，晚上入住淡水绝美河景饭店。第二天我们去双湾骑自行车道，然后呢再去当一日蜂农蜜蜂农场，下午呢去富贵角灯塔还有老梅绿石槽拍完美照。哎呦，哎，玩好玩满的、这第一个呢小侯推荐的行程呢、那紧接着第二个行程来看到电视墙换谁呢，换成霸肉好了。哎，跟着霸肉找美食吃美食、霸肉北海岸带我们去哪里吃美食呢，来看到要去的石门吃到金山啊，极品美食温泉游，在这里要吃什么极品呢，带大家来石门啊，吃石门的三宝，然后来一趟伪日本的玩乐路线。哎呦，怎么玩呢、对，那石门啊，你会发现啊，整个海岸线啊，那石门三宝是什么呢？第一个，你会在北海岸公路都会看到蚂蚱。哦，对对对，一整排。对，很多，而且每一个都很便宜。那这边的肉粽特色是竹叶包的，然后有花生，有菜脯，属于北部粽，所以真的很多人会来这边啊买啊，一买就是买10颗、11颗。真的？为什么呢？因为买十送一才100。100块，很便宜，我们家都有这样买。对，没错。然后呢，还可以再看到整条路都是在卖什么？卖石花冻。石花冻。对，那石花冻呢，它其实是海女啊，会下去海里面去挖那些那个藻类，然后再上来去晒干。所以呢，你就有一种那种去到日本小渔村的那种氛围。然后呢，买了肉粽、石花冻，这就是石门的二宝。然后呢，你就可以先来到那个石门洞这边，然后呢，在那边野餐。那这边的海岸线啊，很像什么？日本和歌山南济州的海岸线，因为它两个礁岩的中间啊，这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拱桥，桥，你就可以从那个礁岩，然后走到海中的礁岩，走过拱桥，你就会发现很像日本那种真的是乡下渔村的那种氛围。然后呢，下一站再来到茶山步道。那茶山步道算是一个非常隐藏版的秘境，在北海岸有这样的竹林啊。对，那刚刚还少讲一个，是那个石门的那个最后一宝，就是石门的铁观音。那铁观音要去哪里看呢？一般人家都想象说铁观音就是在台北的木栅而已，可是，在石门这边茶山步道啊，你一走进去，你就可以发现两旁就是蜿蜒的茶园，是很漂亮。对，然后呢，石门铁观音它特色是硬枝的那个红心品种，所以呢，它的那个叶子会呈现淡红色的，然后呢，旁边是锯齿状，所以你在看那个茶园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很像那种红叶变色的那种感觉，茶园里面会交错那种有点红红的、绿绿的这样子，圣诞节的感觉，有点喜气洋洋的那种感觉。那你可以去近看，然后呢，步道沿途走还会走过那个竹林，那就很像那个卧虎藏龙的电影场景，对对对，又像到京都了。对，然后走到最高点啊，你再回头望，你真的会吓到。为什么？怎么样？刚刚马老师讲的富贵角灯塔，对，就在远方下面的海岸线，还可以看到老梅石槽，还可以看到石门那个红色的风车。对，然后呢，旁边两旁就是那个茶园，蜿蜒，你会发现，这不是在山上吗？居然可以看到整个北海岸的风景。然后呢，走完回来之后，它单程大概是1公里左右，然后来回大概是走70分钟，还好，算蛮轻松的，对对对，不会很难走。对，然后呢，回来之后啊，那边就有一些茶园，一些那个茶厂，你就可以去跟他买茶，或者是你不买茶，你也可以进去跟他说，可不可以尝尝看这种石门铁观音的味道？适合。然后石门铁观音它真的很厉害，它是以前啊日本那个奉献给日本天皇跟英国女王的贡品，所以它喝起来，喝的它喝起来就是
可以泡很多泡，然后喝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喝。嗯、所以你来到石门啊，就建议你买着石门三宝、嗯，然后可以去石门洞、嗯、或者是茶山步道去野餐，你会发现非常的疗愈。哎呦，哎、欸，其实啊，这石门三宝真的到北海岸的人都会买肉粽啊，还有石花洞啊，还有铁观音。我自己还喜欢第四宝，什么宝？小揪雷，而且一定要大辣的，买一包坐在石门洞这里啊，边吸然后边看海景，超疗愈的。哇，不过我们这石门四宝、三宝全部都收集起来。不过我们这个是极品美食之旅，刚刚说石门到金山嘛，那、嗯、问一下小芳姐、嗯，石门收集到三宝，那金山呢？哇，我要带你到金山享受一趟异国风之旅、嗯，而且我们还要吃日式的怀石料理，还有哦。还有、我们要泡世界罕见的海底温泉，还有、请看 VCR。哇哦，哎，又是远山高山，然后又是落雨松，我仿佛来到欧洲一般。嗯、一转身看到这样的、啊、枯山水造景，然后呢，这池里还有锦鲤鱼、嗯，我又好像来到日本。小芳姐，你带我环游世界了呢。是啊，没想到金山这么美，嗯、对不对？对。而且金山这边有一片清水湿地，是整个金山最大的一片湿地、嗯，每年候鸟都会来这边做栖息。是、啊。除了风景非常美丽之外，我跟你说，怎么样？这栋餐厅是怎么了？还可以吃到日式的怀石料理哦！哎呦，美得像日本，吃的也可以很日本。那我们就いただきます。哇，哎，许大哥，这一道一打开，整个香气扑鼻而来。这一道是什么东西啊？哦，这个是叫五行玉子蒸。我里面有哪些材料嘞？我用了10种蔬菜，然后下去熬的蔬菜汤，再用我们当地的土鸡蛋。白白的是什么东西？那就是现在最夯的万里蟹。哦，万里蟹肉在里面呐、啊，难怪我打开之后那么香。而且，哎，不止这一道，我看桌上好多海鲜，对不对？大哥，你这道看起来好像蛮简单的，有什么厉害的吗？哦，那可厉害了。嗯，它是用我们一种古早味的味道，是用月桃叶啦，然后腌制的凤梨，就是我们那种阿嬷就讲很特别的。今天就是有一个从101那个东区啊坐公车的96岁的阿嬷，刘阿嬷刚刚吃完又带着满意的那个笑容离开，这样子。哎呦，阿嬷特地来就是为了吃这一道，所以他简简单单蒸鱼，但是他其实很不简单啊。这些摆盘精致的料理全都藏着主厨精细的小巧思，像这道山海一日游，用金山著名的地瓜和雄青叶海藻虾，跟5种很老二的五色生鱼片，不管用看的用吃的都充满惊喜。顶级海味还有鲍鱼跟酥炸野生虎鳗鱼，每道料理都依照当季食材做调整变化，但不变的是这一道用小羔羊和蔬果药膳熬煮的羊肉汤，冷冷的天喝一碗，身体都暖起来了。8道菜色吃下来，超级满足。吃饱后，来去世界10大奇景野柳走走，看看奇岩怪石，找女王头拍拍照。接着小芳姐说，北海岸还有一个世界级的海底温泉，千万不要错过。哇，这冷冷的天啊，泡这暖乎乎的汤好舒服哦。只不过哎，小芳姐，来，为什么金山有那么厉害的海底温泉呢、啊、因为它的温泉是属于大屯山火山系的硫磺泉、那它的泉脉就经过了阳明山、北投、金山、万里，再从这个海底喷发出来的温泉，所以就是硫磺盐泉。哎，难怪啊，我把它闻起来有点硫磺味，又有点咸咸的味道，是、感觉在泡温泉，又感觉在泡海水，相当舒压。哎哎，辛苦了一整个礼拜，那我们就好好泡汤享受一下。桑吉嘞，太舒服了！在金山万里竟然有这样巴厘岛风的温泉饭店，还有 SPA 水疗池，强力水柱将压力释放，玫瑰、薰衣草等多种精油池也任君挑选，泡个过瘾。如果想要享受两人世界，也可以选择私人汤屋，或直接入住这南洋风旅温泉房，像这间和洋风 villa 房型。空间宽敞之外，还有户外汤池，不管是跟3、5好友或家族旅游，都相当适合。哇，哎、欸，有没有心动啊？天气冷，泡个海底温泉很不错吧？感觉很棒。
棒哎、嗯！不过这个巴厘岛崩的饭店，问一下小邦姐，这个住宿泡汤会不会很贵啊？口袋很深吗？那我们先看一下房价，再一一跟大家做说明。首先两人到四人房大概就是3500。对，那这个部分呢，还有一个是最顶级的，应该是说豪华的家庭房可以住到6个人。对，那这个大概就要比较高一点，13000。那这个价钱都有含早餐。是，那你如果不想住，也有别的方法去泡到这个海底温泉哦。它有分户外跟汤屋嘛，像户外就像这样子，那平均大概是250到350，因为平日跟假日的不同。日归温泉，对，日归温泉。那再来就是汤屋里面的话，就是大概700到900。是，可是现在有季节限定的晚餐，大家不妨试试，就是万里蟹王。那这个大概2个人是1800，可以吃到每人一只万里蟹之外，还可以吃到松板猪跟牛。好，所以你想要住或不住，只泡汤或者晚餐都可以让你选择。哎呦，任君选择喽！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海底温泉呢、啊，在台湾唯二的话，一定要试一下了。只是呢，如果晚上真的住在这里，同样我们安排一个2天1夜的行程。那第二天我就问一下小侯啦，继续走春去。第二天带我们去哪里走春呢？要去金山扬眉吐气一下。扬眉吐气。怎么吐啊？去金山的制高点呢，看可爱的兔宝宝耳朵。哦，有这个地方啊。我们都会过年动吃动吃嘛，对对，难免要运动一下。那很适合带长辈呢跟小朋友走的，就是狮头山公园了。它离金山老街不远处哦。是。然后你走入那步道口的时候，你会发现可爱的佛教的弥勒佛的石像。哦，小沙弥的感觉。它是有意涵的哦，它象征新春好运到。好运到，开始感觉很。对，既然走春走春嘛，我们就要好运到。然后沿着这个步道呢，1.3公里，是来回慢慢走，预估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轻轻松松。然后步道呢，它旁边会有一些小岔路。是。你喜欢冒险的话嘛，你不用直接走上那个看烛台双屿，你可以切到步道哦。往下切可以看到神秘海岸。哎呦，往下还有秘密，还有秘境。对，因为它有一个圆潭溪出海口的景观桥，那景观桥旁边就会有座椅，可以看到那个。出海口的风景，所以你可以先带着长辈跟家人啊，就是到那个圆潭溪出海口的景观桥先拍拍照，然后呢再回来继续往上走，往上走的时候你会看到视野金山的黄港的渔港。尤其是那个黄火季的时候啊，那个渔船点点非常的漂亮。到傍晚到晚上的时候，然后走走走，你会可以看到野柳的地质公园远眺，又可以看到万里的就是核电厂，看很远呢。对，等于说金山万里野柳的风景尽收眼底。然后走到制高点的凉亭，就会看到一个就是有一个圆环状的地景艺术，是刚好呢，你的相机就对着那个圆环中间拍，就可以拍到。就是烛台双屿、它原本是像石门洞，它是一个海拱门，对，可是因为数百万年的海岸的这样拍打侵蚀，对对对，它最顶端它就断掉了，然后就变成好像是2根蜡烛紧紧相依，然后就远远看，因为它躲在海里面，又很像兔宝宝的耳朵，两只耳朵露出来的感觉，是非常的喜气哦。所以啊，这新的一年开始带各位去看海兔咯。没错，在金山走这个步道很清明，不过就是有点太轻松了啦。你好轻松啊。没错，我要问一下骂肉，金山这边那我们下午还有什么行程可以走一走嘞？好，我要带大家去金山泡黄金汤，拥抱财运的孔金的行程。哎呦，孔金行程还泡黄金汤，听起来就很吉祥。到底新春去哪里孔金？休息一下。北海岸玩乐主题提案，刚刚马洛说要带我们去泡黄金汤，然后孔金的行程哪边？这一个啊，就是金山的黄金汤，它距离金山老街其实步行只有几分钟而已。是，那这个啊是日据时期啊总督的御用温泉，总督在泡的，对，总督在泡的。然后它现在啊还保留那个总督在泡的那个温泉池，然后你不能泡，你只能参观。看，对对对。那这边为什么叫做黄金汤呢？因为它是大屯山火山系的温泉啊，然后在形成的时候啊，渗透到那个深层海洋的那个水，所以它其实也算是海底温泉的一种，也算海底温泉一种。然后因为它含有铁质，所以它遇到空气氧化的时候啊，就会变成整片的黄金的颜色，很漂亮。那跟那个日本有马温泉其实有一点类似，就对了。所以你泡在里面的时候啊，很多人就说哇，泡的时候很像什么呢？全身都是那种黄金在旁边的那种感觉，就是非常的喜气，被黄金包围。对对对，泡起来很喜气洋洋。
样。嗯、那最要推荐，因为这一间温泉啊，它里面啊有很多不同种的汤、嗯，比如说有穿泳衣的。那我最要推荐的是什么呢？它顶楼的裸汤，顶楼裸汤，而且还有海景哦，男女是分开的。然后呢，你就可以站起来，哇，看着海景，泡着温泉，吹着海风，大自然合为一啊、哦，那种感觉真的很棒。那以前栏杆是比较低一点，你可能还害怕外面的渔船会看到你，你的英姿就对了。那现在它栏杆有点加高一点，然后你躺在那边，哇，泡着那个裸汤，然后再看着海景，真的是无敌。这样多少钱啊？泡着裸汤这样要多少钱？如果你是泡裸汤啊，一个人平日我记得是330块，然后假日大概是380块。那如果你不喜欢裸汤，还有穿泳衣的大众汤，那另外还有类似汤屋也可以去泡就对了。那这一间真的是很多人喜欢泡温泉，他都说这一间是全台湾 CP 值，而且是最棒的那个温泉就对了，指名的就对了。对对对，不管怎么样，路一定要去啊，就泡裸汤了，好不好？对对对，对啊，泡给跟大自然合而为一了。对，没错。然后泡完裸汤，你就可以去金山老街啊，然后去吃个鸭肉啊，然后呢再去那个户外美术馆，然后去那边啊，跟着那个太极在那边打太极，然后他占地也很宽。也很宽敞，然后最后啊，再去金山的人气财神庙啊，去求财，然后去拥抱满满的财运。哎呦，哎，你这个行程安排超赞的，非常适合在新春走，感觉走下来啊，一整年就旺旺旺，然后顺便还要买张彩券喽。所以这是第二个呢，这霸道所推荐的是美食之旅啦，两天一夜行程也安排给大家了。好，两天的行程，极品美食温泉，看一下石门到金山第一天，我们去石门洞，然后去吃石门三宝霸掌、石花洞跟铁观音。下午。去这个怀石料理，然后去野柳拍拍那个女王头，然后晚上呢住这个巴厘岛风温泉饭店。第二天到金山，我们看一下那个兔宝宝独烛台双语、然后呢去泡这个黄金汤，下午再去老街吃鸭肉。哎呦，哎，新的一年到金山去找金库、哎，这名字就吉祥了，好不好？好，所以呢，这第二个霸道提案，那接着我们进入压轴喽。第三个换成马老师来提案，电视墙来看到马老师带我们去玩的体验呐、啊。这北海岸呢怎么玩？要带我们去的来看到就是亲子的玩乐路线哦。对于小孩放电，有双胞胎的马老师肯定经验丰富啊、对啊，金山。这个地方除了看美丽的海景，当然它也是适合亲子全家大小一起来的地方。所以来到这个地方，其实这边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休闲农花园农场、各位都知道，其实过年期间最代表性的花什么花？除了樱花之外，再来就是杜鹃花。你看每年大概阳明山的杜鹃、台大校园的杜鹃花季、大概也都是在春节前后这一段时间。所以金山花园农场你可以看到，它也很应景的，我们讲说平常其实就有栽种这种所谓的杜鹃。对，来到这个农场你会发现很特别，特别在哪里？种花卉都要讲究无毒、所以来到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整个农场里面、包括像杜鹃、茶花、桂花、甚至在秋天的时候你自己喜欢那种手做盆栽，这边还有卖枫叶、枫树、小型的盆栽、其实你都可以自己带回家、当然来到这个地方、这个付费用，可是呢这里面包含包括导览，好，因为像我们平常看花就觉得哇，好花好漂亮嘛，对不对？可是各位知道哈，在这个过年期间看到杜鹃，杜鹃也有花语啊，像我们知道玫瑰花就是爱情的象征，对不对？啊，杜鹃不是杜鹃的花语，不是飞越杜鹃窝，它叫我是属于你的。所以呢其实也是撩妹的一种、非常棒、所以呢这个其实也制作一些手板啊，可以让你拍照啊，还有一个最夯而且大家最喜欢的叫做泰迪熊。好，这个泰迪熊其实它是一个谐音、叫做台。各位看到左上角的这一张照片，哇，好可爱，好像那个红贵宾的感觉。可是它其实是用什么？它是用一种水生植物、苔藓植物，叫水苔。水苔有养多肉植物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它就是拿来种多肉植物的一种介质。可是它突发奇想，把这水苔呢集合在一起，好像发挥自己的创意。所以有小朋友呢，除了做成泰迪熊，还做成像老虎的样子。反正呢，就各自发挥自己的想象。它做成兔子好了。然后呢，做成上面还种一个小的一个多肉植物，一个小盆栽。可以让你带回去，所以它是适合全家大小、小朋友放电，然后呢，大人增长知识的好地方。虽然呢这门票要收，但是活动很多、而且呢，这次我跟小芳啊去了一趟这金山，才发觉金山这里的农场真的超级多、除了刚马老师提到的这个花的农场之外啊，小芳这次带我去一个很特殊的农场，里面养的生物您觉得意想不到，一条一条的哦。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去挖了金矿，而且还有控窑，来看 VCR。
蓝天、农田、绿地，四周群山环抱，这农场也太美了，而且还有养鸡。看来小芳姐也是要带我来观光农场吃好料的吧？不，小芳姐，不是说好去观光农场吗？这我手上一堆蚯蚓啊！君凯，你有所不知、你知道吗？蚯蚓可是全世界最好的清道夫哦。如果地球上没有了蚯蚓的话，我们地球会被落叶给淹没的哦。哦，所以它专门吃落叶啊？它不仅吃落叶，还会吃土壤里面的有机质。你看到我们这边都没有臭味，对，因为蚯蚓的肠道里面有2700多种的微生物，是它可以分解掉这些味道，而且把它排出来变成蚯蚓的粪便。哦，原来蚯蚓粪便呢可以作为种花当。植物有机肥料居然还可以除臭，功用多多。而且来到这蚯蚓观光农场，除了认识蚯蚓生态，还可以体验喂狗狗鸡和抱鸡。哦，你看看这里养出来的鸡，每只抱起来都超有分量。更好玩的是，还可以亲手捡鸡蛋 ，DIY OEC 的鸡蛋卷。很香哎、欸，哎，俊凯，你刚才不是说想要试试看蚯蚓吗？蚯蚓真的可以吃吗？你试试看。哎、欸，这真的是蚯蚓的样子哎、欸，你一咬一咬，这个是活的蚯蚓吗？哦，巧克力味，蚯蚓是巧克力布丁做的。对，那旁边这泥土嘞？这是 Oreo 巧克力。Oreo 巧克力。对。哎呦，哎，这真的是一个含金量极高而且花样很多的农场，大人小孩肯定都很喜欢。室内好吃又好玩，走出户外，边品乓边认识蚯蚓肥料种出来的香草。在金山，想要有这样有趣的大自然体验，小芳姐说还有新的玩法。滚啊滚，滚啊滚，滚掉几杯酸牛膏。哎呦，哎，有甜呢。哎呦。君凯，你刚怎样？你要学啥？我要学啥？来到金山当然是学黄金啊。不是啦，我们今天不是学黄金，我们是学红金。红金，红金是什么东西？就是这啦。这不是地瓜吗？红色的地瓜哎。地瓜不是一般都是黄色吗？我跟你说，因为我们是大屯火山系的半沙土质，所以土好水好，就这样子这么棒的地瓜生产出来咯。哎呦，被你抢得这么好的地瓜，来来来，继续多挖几个来。滚啊滚，滚啊滚！这金山红心地瓜可有名了，水分少，甜度高，很适合拿来烤地瓜。产季在每年的8到11月，就算错过了产季，来到这地瓜农场也可以体验控窑哦。不过，哎，要先学会怎么盖房子。打个比方，好，两个石头中间放一个，两个石头中间放一个，对，圆圈圈越来越小。越我可以补一个吗？一直往、一直往前堆叠就对了。对，一直往前，那最后就像是一个圆锥形。啊！你在捣乱哦！快垮了！紧张！刺激！经过一阵手忙脚乱，总算搭好通过耐震考验的土窑了。接下来就是努力把窑烧旺。嗡啊！哦、好熏哦！接着丢入食材，在焖上2个小时就可以开窑了。吼吼吼，秀哎哦！马上来开箱这香喷喷的地瓜啦！哦，里面好漂亮哦！金山地瓜原则上它，口感松软，然后又软 Q。看好颗，我跟你说，完全不一样。对，跟一般我吃到的那种黄色地瓜都不一样。我跟你讲，真的甜度真的是爆表。窑烤美食除了地瓜，还吃得到竹筒饭。还有用蒜头、米酒调味的控窑鸡，哦，胖公公哎，蒜头香气，还有鲜嫩多汁的鸡肉，真的太销魂了。如果你想买点地瓜当伴手礼，在金山市区也有观光工厂，吃得到各种地瓜零食跟甜点，也是不错的选择哦。哇，哎，有没有？每个农场都有各自特色，对不对？看到鸡都要流口水了，还有那个竹筒饭，感觉超香的，真的很好吃吗？对，对啊。那我们这样子玩了，这样一天下来，其实也差不多一整天了。要问一下小芳姐，那之后晚上的话，有亲子饭店可以住吗？有，我现在要介绍这个，真的是超强亲子饭店，小孩子都往那不想离开了呢。超强啊！对，好，我先讲它的地理位置，它就位在。野柳的地质公园，还有这个海洋世界，都不到5分钟那个距离，所以真的很近。那最主要，它的 lobby 真的也蛮大的，而且我一进去，我就会
觉得很好玩，它有个机器人可以进行导览、嗯、对，那它房间会因为景致分为两种，一个就是山景跟一个是海景、嗯、那当然去到那边一定要住住海景咯。那海景的话我先以这个房价来跟大家做说明好了。第一先施房价，也就是四人房、哦、四人房，因为大概就会有分到2880到3680，也都是有含早餐。是这个四人双、嗯、人跟四人房的坪数大概有11坪之多。嗯，那因为海景房嘛，你就可以看到海景，这是必然的。对，可是我还蛮推荐你可以去住住那种顶级的套房，如果你想要享受更无敌的海景的话、嗯、那你就到这个住这个顶级的豪华套房、啊、它就会几乎是 double 大，等于22多坪，躺在床上就直接看着野柳公园。你不但 躺在床上看，你在他的客厅都可以看到野柳的峡湾，还有甚至可以看到基隆屿、啊、所以那景致真的非常美丽。所以我是建议住海景房啦、嗯、无论你要选择双人四人或者是顶级的豪华套房，對對對、啊、都还蛮不错。年终纲领吗？对。那再来，为什么说亲子，那为什么说小孩子玩到根本不想离开、嗯、首先来看最下面这张照片、哦、它有400坪大，400坪的亲子空间、啊、这个 Ocean Lane 呢，基本上大家可以去想，它是以海洋的元素去设计这个游乐设施、嗯、很多小朋友都超爱的，例如那个球池的弹跳床、嗯、很多，那还有什么滑步车啦、哎、还有小赛车啦、嗯、那甚至大朋友会喜欢的，就是再大一点的小朋友、嗯、那个攀岩哦，还有攀岩，对，还有攀岩，那各式各样的游戏机台就不用多说了、嗯、真的都完全不用，你如果是房客就不用钱、okay、那除此之外呢，他在户外、嗯、你可以去跟他租借羽毛球跟射箭、哦、还有户外的活动。 对、哦、那当然健身房也会有啦、嗯、可以看得到海景。嗯，那最重要呢，他在2楼的餐厅有这个 buffet、嗯、这个 buffet 呢，除了我们熟悉的中西式料理之外、嗯、其实我们也吃得到港式的点心、哦、甚至还有药膳排骨、嗯、那小朋友爱吃的披萨啦，那些也绝对都有。對，那对我来讲非常吸引我的是，这个时候它会有那种大那个白虾、啊、白虾就这样子很多很多。那当然其他的餐台的部分有水果甜点，它都一直不断都会补充、啊、我觉得吃自助餐能不能迅速供给佳肴是非常重要的、嗯、不断的补菜。 对，你要不断的补菜嘛、嗯、这才是最重要、嗯、所以大家也可以特地去在这2楼享受海景，吃这样丰富的自助餐、啊、那大家会觉得这个价钱，其实如果单单餐的价钱大概就是530到600多，也不贵、欸、也分平日跟假日嘛、欸啊嗯、那所以呢一样，大家如果想住两人房四人房，你就可以选择我们第一个2880到3680含早餐、嗯、但如果你想更是无敌的海景，对，所以大一点的就是它的顶级豪华套房，也是在 VIP 的豪级套房，就是10000多了。好，所以在这里呢，睡了一晚之后呢，哎、嗯，刚刚第一天包括了饭店，全部都是亲子，很适合过年呢带着小朋友出游。第二天，马老师您推荐的、啊，我继续亲子下去有办法吗？当然有，我们带孩子来到这个亲子之旅，好、哦，我们讲说看奇岩怪石，发挥想象力，哦，还可以去这个当体验一日的船长啊，一日船。居然在这里可以办得到，第二天到底要去哪里呢？休息一下。北海岸玩乐主题提案，刚刚马老师呢说带我们去看奇岩怪石，还有体验当一日船长，好酷哦！对啊，其实基隆这个地方哈，各位知道它是台湾最重要的港口，好、嗯、有军港、有渔港，还有观光船也会停在这个地方。嗯、更重要，当然它其实也是什么货柜港。来到基隆，当然不可错过这个海运的一个体验馆。来到里面，其实包括导览，还有包括所有的一个呈现，其实就是告诉你啊，我们平常仰赖的这些货柜码头或是货柜运输到底是如何来做处理。当然它也很大大小小不同的船只的一个模型，来告诉你整个海运还有包括演变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小朋友啊更好玩了，干嘛？他可以来做这不同的一个体验，包括卡车，还有包括怪手起重机，其实都可以看得到。而且呢，哎，他还有制作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那种梗板，好，来让小朋友或是家长来拍这样子的照片。所以真的可以自己操作、啊、真的可以自己操作。
所以来到这个地方啊，哎，真的有模有样，换上这个货柜啊的这样子一个衣服，还包括呢操作这样的一个器具，是啊，其实也可以让小朋友寓教于乐，从这个游戏过程当中来了解，哎，这些货柜到底平常是怎么运作。玩过这个不会再去玩掉娃娃机了，你真的非常有趣。所以呢，基隆其实一走火车站出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海洋馆，当然也是我们要认识海港文化不可错过的一个地方。真的，哎，我们直接呢一路从金山玩到了基隆哦，一样两天一夜行程安排给大家了。今天的压轴提案呢，我们第一天在金山，早上先去金山花园农场，然后下午去金山老街吃吃，然后呢逛各种的农场体验，晚上住这个野柳亲子饭店看女王头，直接睡在女王头那个脚底下，然后第二天呢野柳到基隆，先去野柳地质公园，然后去吃海鲜，下午去镇滨渔港，然后最后呢去吃我们的中东美食。所以啊，这厉害了，金蛋号呢帮你这整理好，你手机拿出来拍下来，完全复制照着走，不用带大脑。但是呢，您要想的是什么？我要买哪些伴手礼？因为毕竟这行程走下来，总要带点东西回家。哎，爸豆，金山这里啊，北海岸这里啊，推荐买什么？好，想要吃啊，想要买伴手礼，问我就对了。看我的，看起来就很会买。对对对，那北海岸啊，其实那个物产非常的丰富啊。那你就可以，比如说你可以买爆米花，像它就结合巴黎的那个柚子，然后呢，你可以买那个蜂蜜，还可以买到珍珠奶茶口味的那个爆米花。然后呢，你如果来到基隆啊，你可以买这间老店那个米汤，那它米汤是结合在地的一些特色，比如说丁香鱼啊，还是海藻之类的。然后呢，它特别的是它做成一块一块方方的，你就可以随身带着，比如说去走步道啊，骑单车的时候就变成你的零食。那我最要推荐的就是这两个，那这个啊是基隆啊开业快一甲子的那个饼店老店哦。然后呢，你看这一颗它是有点金黄色，有点喜气洋洋的感觉。那这一颗被日本人称为叫做黄金二两，为什么？黄金二两，因为它拿起来称重，哇，真的就是二两的重量，所以日本观光客都说哇 ，Mickey 杯黄金二两，黄金二两，但是用日语讲。那它里面是什么呢？它里面选用的那个肉啊，它的咖喱肉块啊，是用那个宜兰黑毛猪的后腿肉，然后呢自己调制的那个印度咖喱，然后经过五道程序去炒，然后呢吃进去的那个肉块的外面是那个白凤豆的馅，所以呢，很多人来到这边啊，都一定要指名买这个印度咖喱饼就对了。然后呢，最后一个是来到金山，你要买什么呢？买金山老街这一间啊非常有名的乳酪蛋糕。哎呦，哎，带到现场，哎，现场来宾也有，我们来吃蛋糕，吃蛋糕。这乳酪蛋糕特别在哪里啊？它乳酪蛋糕啊，它使用了什么呢？金山66号的红心地瓜。然后呢，你可以吃到不同季节，像有芒果口味，有草莓口味，那特别是你看它有点渐层色系，它那个中间那一层线是地瓜泥，然后呢，你如果没有看到地瓜线，像啊，这没有金山的特色，你吃进去之后会吃到金山的蜜地瓜。哎呦，哎、欸，好看，那好不好吃啊？小猴吃起来感觉怎么样啊？大家看这断面秀哦，对，它上面是蓝莓口味的 cheese 乳酪，然后中间是那个66号的红心地瓜泥，然后下面是饼干，有三种口感，然后上面冰冰的，吃起来很像冰淇淋雪酪，然后中间的那个地瓜泥很香甜，重点是呢，我觉得啊、很幸福。新春如果收到这样的礼物，这个伴手礼的话，我觉得会幸福一整年。哎呀，算是送礼自用两相宜呀、啊。只是呢，哎，我要问一下爸豆。刚刚这个地瓜一个大概要多少钱啊？我记得这一个大概是50-60块钱，50-60块钱其实不贵，而且它很精致。哎呦，哎，所以啊，攻略也告诉大家了，那买什么告诉您，玩什么告诉您，但是呢，交通方式现在也要教大家。那我就问一下小芳了，因为其实一般我们到了北海岸啊，很多人会自己开车，但如果我没有自己开车，我不想要找停车位，省去交通，还有什么方法吗？其实大家今天我们所讲的北海岸的景点有新的名字，哎呦，叫皇冠海岸。哦，那为什么叫皇冠海岸？其实它的范围很广，从新北市的五股、巴黎到淡水，然后三芝、然后石门、金山、万里、基隆，这整个绵延的海岸线加串起来的景点，就像一个戴在头上的皇冠。哦，这个地图有点像皇冠。对啊，所以你要在这个范围去。刚刚君凯也说了嘛，那事实上我会建议大家，你可以玩玩自行车，还有观光巴士，还有刚刚马老师所说的那个地方，其实也有一个露天露顶的双层巴士可以试试看。观光巴士，但是我最喜欢的是有
应该说有些旅行社他们合作的旅行社去贩售的自由行套票。为什么？因为自由行套票我可以把很多的商家还有景点圈还有交通工具全部串起来，是非常方便你安排一天或两天的行程。不过他如果串起来之后，他会不会刚好有一些折扣可以用呢？当然有啦，就是我们讲的套票嘛。那所以大家根据你想要去的景点或者其他的部分，那例如一家餐厅他可能会给你打个折扣，或者是以他低于牌价的部分来去做个优惠，所以我觉得在套票自由行大家可以善用。这么一讲才知道原来这里有新名字咯，皇冠海岸观光圈在这里推荐给大家了，不只可以自己开车，也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今天就感谢我们的专家来宾提供的宝贵意见啦。那兔年新春的走春行程三个不同的主题推荐给您，感谢您的收看，NewsTimes 号下次见，拜拜。